OK， 完胜，完胜，完胜。那我们来看一下成品。该是精简，必属精品。看我这一整刀下来，赚齐了呀！等等，这边没有剪呢。等一下，有区别呀！你看中间的短了，旁边的反而长了，再把旁边的再修一下就好了。很快啊，很快。完美，很完美。虽然缺了一点点小口，胆小不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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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完美，只要调整一下，调整一下，调整一下。嗯，是不是好多了？跟你们说，我真的是老托你了。我以前没做直播的时候，我是什么身份？我以前没有做直播的时候，我是理发店精简总监，发型发创意发型师总监，应该是这个职位。反正就是一个发型店里这个就是最高的这个身份。至今仍有当年的老顾客联系到我，然后重金想请我出山，让我给他剪个发型，是吧？你来洗头小妹的，我那个这技术这只配洗个头吗？这技术这洗头小妹能有这样的技术，你看好奇呀、啊、很完美，一下子就像了，知道吧？什么重金求子，那也不是找我呀，那不是一般富婆重金求子吗？啊，你今天加班了是吗？进步。嗯，谢谢我的进步，太难了，送个礼物真的太难了。我不是广西的，反正直播间新来的水友从来没有猜对过我是哪里人，就是全中国各省都猜了个遍，都没有一下子猜对过。跑得很快，为什么？我跑得不快，我剪得很快。全世界都知道了。是要先尝，要走成华大道，真的，这个
谭警官真的很，他这个谭什么交通真的很经典，看过无数遍了，感觉好像每一年都会火一阵子。我不是河北的，我不是广西的，表哥我出来了喽。河北，哎，河北的方言倒是很少听哎。我记得我看了一个 UP 主叫花少北，他好像是河北的，不确定，不太确定。只能拉一点点，别说了，你怎么可以发视频？嗯，我知道你就是那个川岛警官啊，我知道你叫那个什么川岛芳子。哎，笑死我了。嗯，妖麻合一，对，这都是很经典的场面。我记得我第一次看的时候也很懵，我在想啊，什么川岛警官，什么川岛芳子，我也很郁闷，我在想这个人他在说什么，然后我暂停，我就在品，我想了半天，我怎么想我都想不通，这川岛到底是什么梗，是我又二级网了吗？然后实在想不通，我就又继续看下去，我才懂。劝导方式，劝导警官，然后那个方言说成川岛。劝导，对呀，我是怎么都没有想出来，哦哦，原来是劝导，劝导。我没有笑，你这个人不要一直给我扣帽子，再扣帽子把你禁言了。不要刷屏，不要刷屏，等一下会被房管禁言，水喝完了。嗯，等一下助眠再去倒水吧，顺便烧点水。知道就行，知道就行，知道就别乱说话。哎呀，没有必要，没有必要禁言的，面面。嗯，你不用管禁言，他没说什么很过分的话，他可能就是思想有点极端而已。广西呆呢？你喜欢我说广西的口音是吗？啊，我怎么没看懂啊？怎么这就？见了两个了，行吧。大家晚上好哟，今天双倍亲密度荧光棒记得送一下，双倍亲密度哟。
我看一下还有几张双倍卡呀，数一下还有几周，我要抠抠搜搜的这个月把这个双倍卡节约一点，把它给用完，大概还有三周，我还有五张双倍卡啊。这周下周一不休息了，我想了一下，下周一干脆不休息了，然后下周一开一张双倍吧，这周就不开了。下周一开一个，然后下周日左右再开一个，然后还有三张，就大概一头一尾的开就好了。好。在背包里，打开背包看一下，打开背包，像王大锤。我吗？我像王大锤？真的吗？我像王大锤？不是吧，不是吧。你每次都这样说的呀，可是我每次确实都播了呀。我哪次说话不算数了？我除了说什么，哎呀，明天直播做饭，明天早点播播游戏这种，然后就没做到。既然你这么说，那我就夜还休息吧。29还是紫色呀，三十级才好看。再说吧。应该是不休息的。能不能砍个盘子？兄弟，你这就不地道了，这不来卡个大半卡？谢谢神仙，宁愿看，宁愿听卡祖笛，想听卡祖笛就直说，还绕弯弯。谢谢神仙哟，爸爸。爸，谢谢你。晚安。好的，去吧。跟我们家妈妈买了一个猫抓板，结果没有货了，把它退掉。我在网上买了海葡萄，我看外网有人就是做吃播，
吃海葡萄的声音蛮好听的，买了一包，本来想回来就直播吃给大家听一听，结果就很尴尬，最近不能吃凉的了，过几天吧。主要是想吃，想吃什么呀？肯定不好吃，肯定不好吃。他饿了，提前吃完了吗？我有这么饥不择食吗？有机会我会让你们尝尝我做的饭，绝对的好吃，让你们吃到真正的实惠，不一样的滋味。天才厨娘，干啥啥不行，做饭第一名。鼻音好，好重啊！对呀，以后搞个什么？聚会呀，线下聚会的时候，让大家尝尝我的手艺。突然发现，今天的妆有点淡了。cos 的话，这个眼影还是要涂重一点的，要重一点，这样才会看起来更二次元。谁说我懒呀？我很勤快的。地厨娘莫甘娜，你不说我都忘记莫甘娜还有这个皮肤呢。炼金大师的线上聚会，你这么一说，我好像有想法了，办一个线下厨艺大比拼。怎么会呢？怎么会呢？我又不是用红伞伞、白干干的蘑菇煮饭饭，怎么会抬走呢？放心吧，吃了我的饭饭绝对不会躺板板。
哦，我突然发现我鱼吧里发的照片 PS 痕迹好大哟，给你们看一下。哇，我 P 的好严重啊，这图。天哪，我怎么这么会 P？ 把自己 P 成了什么样子？看起来好恐怖啊，这 P 的也太严重了。哈，是不是？哎呀，天哪！哎，没办法，这 P 图嘛是女孩子的天性。再看我，这是什么小蓝鲸？哎，不过我第一次 cos 确实化的妆非常的精美呀，不像这一次睫毛都没涂好。眼妆也没什么涂好，这次太赶时间了，8点就开播，我7点就要准备。先涂重一点，太大了。因为那个眼睛呢是紫色的嘛，是我后期 P 成紫色的。对呀，我贴了双眼皮贴。而且我今天眼睛也比较肿，今天眼睛真的是肿。哎，这不就有二次元的感觉了吗？兄弟们。下手有点重了，像个女妖精，怎么擦掉啊？我的天，像个女妖精，笑死人。妖怪。乍一看其实也还好吧，是不是？我化妆技术不行，你竟然说我化妆不行，我可以补救的，你不可以说我不行，你不能说一个女主播她的化妆技术不行。好吧，是不是我给涂坏了？我的眼睛该怎么形容呢？就像是80年代。电视剧里的老妖精，怎么眉毛一挑，仿佛下一秒就要欺人。
然只有普通聊天群，没有福利群。就不是太红了，就是紫色，应该说太紫了。没关系，冷静一下，仔细的端详一番，我还是有补救的机会的。大家稍等一下，稍等一下，很快啊。我是可以把它补救回来的。不是小孩，我没有，不是。拿棉签一点一点的把它擦掉，这样就好了。我该怎么办？哦，该死的，它是如此的贴服，一点也擦不掉。该佩服这个眼影质量好吗？难不倒我二呆九，难不倒我。这样是不是好了点？好啥呀？没区别啊。为什么就是要关摄像头呢？因为我照镜子的时候，不是说像你们直播看到的这样表情管理的都比较正常，化妆的时候呢，一般都是表情会比较奇怪，卡成封面的话就很麻烦，懂了吧？真的想挨了两拳。一言难尽，不说了，不搞了，就这样吧，无所谓。都怪我刚刚看了一眼海报，又看到了雷电将军的原画，我看他的眼影是有一抹紫色，然后我就心动了，我就在想，我把我的眼皮上也加上一抹紫色，我会不会看起来也会更御姐了呢？看起来也会更像哦。然后我发现根本就是我想多了，像个如花，我终于想起来了，就是那个电影里啊，如花。像不像？嘴再红一点，非常像。棕色的眼影吗？我看原画是紫色的耶，原画上面看起来像是紫色，
头可能是紫的，我没有紫色美瞳，很戴着很不舒服，然后又很贵，每一次就是大概戴一两次吧就坏掉了。那种彩色的美瞳呢都材质都很差，为了有这个比较明显的颜色的显色度，所以那种美瞳会做的比较厚一些，所以戴眼睛上会不舒服不舒适。像我直播这么久的话，对眼睛伤害挺大的。11点助眠。哎呦，今天双眼皮贴好明显。哎，你们说要不哪一天我去拿一个宽的双眼皮去？像我朋友圈发的那个照片，就是我最素颜的时候，我双眼皮褶子，它没那么宽，它不是这么宽的。就是大概到这里，画了眼线呢，涂了睫毛膏之后，褶子就会变小，就没那么宽，双眼皮没有那么宽，所以需要双眼皮贴把它撑一下，撑宽。没有啦，不会掉色的，但是会不舒服。现在美瞳技术跟以前不一样了，没有那么差。我不录啊，我就随口说一下的呀。真的是，我身边有一个朋友，他也是本身有双眼皮，然后他去拿了一个双眼皮，他就不满意，但是又没有办法呀。对，一旦是动了这种小手术，你想变成本来最真实的样子，就已经变不回去了。没有后悔的余地，只能做什么修什么双眼皮修复，不清楚，或者就重新再调整干嘛的，很麻烦，没必要。啊，乌鸡哥谢谢。这个以为成什么时候送的办卡呀？什么时候送的呀？大家帮忙过过任务吧，好不好？我们今天双倍亲密度哟！欢迎大家，晚上好。倒也不会不自然，就是很多很多人做了之后挺成功的，都很自然。只是说万一就你就是那个倒霉蛋失败了，那可能就不是很好看呢。谢谢进步的飞机，所以我就麻烦点贴个双眼皮，就觉得就贴个双眼皮贴就挺好的。
谢谢仙仙布哥，谢谢你的飞机。下班了吗？他不会又是在和领导斗智斗勇，然后给大大一送礼物吧？谢谢。哦，飞机，白见了，兄弟们，白见了。哦，是这样拿的，我这个手势好像终于对了，这头好像是往这边歪的吧。啊，我的脸好棒啊，哈哈，好多肉哦，为什么我脸上的肉这么多呀？嗯，我想瘦起来，我脸上的肉什么时候才能掉呀？是不是我要等到80斤的时候，脸上的肉才会消失？太厚了，肉太多了，看起来像个胖子。那我要减肥，我要减肥了，我要减肥了，太胖了，我不能再胖了。经常抬头呀，抬头是不可能抬头的。我每天直播干嘛呢，一般低头就这样脖子伸过来，然后这样就低头，或者就平视比较多一点，抬头真的很少。下了播之后那完全就是低头时间，低头玩手机，然后躺在床上低头看手机。不会呀，我觉得80斤的话应该就能满足大众人的审美了。我90斤的时候还有人说我胖。是有一点脖子不舒服。是有些脖子不舒服。我觉得这个假发怎么看都不像哎，不会吧？我出到80斤，怎么可能还会有人说我胖呢？快手歌。大家觉得我这个紫色眼影还行吗？还能看吗？哦，这个双眼皮太明显了。
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我是被自己的双眼皮贴给吓到了。拿这个什么按一按，没钱。睫毛好看呀，今天睫毛没有涂好。我买了一副神器，过两天就到了，到时候直播测评一下，看看好不好用。就是一个什么神器呢？叫做磁吸附假睫毛，就是说那样的假睫毛可以直接吸附在眼睛上，不需要用胶水粘啊，或者去一些小美容店做嫁接睫毛这种。我觉得还蛮神奇的。这样不明显了吧？当然啊，就没时间，我肯定就不会发出这么大的声音了。谢谢豆豆爱吃鱼。啊，哎呦！这才坐了几个小时啊，两三个小时吧，快三个小时。这才坐了快三个小时，腰就开始酸了。啊啊！我的腰有点酸。谢谢偷偷，谢谢以为城的饭卡。哦，谢谢以为城的，谢谢你的好多张饭卡。救命！一个火箭可以加私人微信了，今天双倍亲密度，双倍亲密度，大家千万不要错过。双倍耶，我们还有最后五张双倍卡就没有了，我们上个月就没有双倍卡了，这个月的双倍卡大家一定要好好珍惜。我把妆补一下，妆有点花了。唉，我这两天情绪挺不稳定的，我真的发现有的时候我像一个巨婴。怎么说呢？像一个巨婴，格局很小的人，动不动心态就崩。唉，压力大的话也不应该这样啊，大人压力谁压力不大呀，那也不能总是这样啊。
情绪管理的不太行。不应该在，至少无论怎样，不应该在直播间发泄。没有11点还有9分钟，现在不到11点呢是不可以的，没办法。将就一下啊，再等几分钟就好啦。我事后理性吧，我是一点都不理性。我发现我挺冲动的，画江湖不良人。谁呀？什么？竟然还有脸这么圆的人物啊！谢谢进步的班卡，感谢进步哥的飞机啊！我说错啊，谢谢你的飞机。我怎么会说成班卡呀？感谢金木哥的飞机，谢谢。哎，辛苦了，你房管咋没了？你的房管呢？你把房管下了吗？没有了，我不需要那种方式发泄。哎呀，主要是因为今天来姨妈，然后又吃了假药导致的吧。今天来姨妈特别疼，前两天不是去合肥玩了吗？然后我天天吃冰淇淋，喝各种饮料，就是好不容易休息嘛。就想放纵一下，可能凉的吃多了，然后再加上在融创乐园玩了一整天，就是真的运动量太大了，所以这次就超级加倍痛苦。吃了止痛药之后就没有用。我以前每次吃完就好，只是说稍微可能还会有一点点隐隐约约的痛感，就是可以忽视掉那种，但这次就没有用了，真的是很折磨，疼的鼻涕都流出来了，你们可能难以想象。下个月如果说吃止痛药还不好的话，那我就去医院看一下。我是觉得可能是吃到假药了，那是最后一粒止痛药是3年前一个朋友给我的，他吃了半盒，他说这个牌子的止痛药挺好用的，就很多姐妹都用这个。然后我就给了我半盒，我也不知道那半盒药在他那里放了多久，反正到我这已经是3年了。我之前然后给我之后，我吃了2个月，我觉得还行，但是后面呢，又自己又买了一些别的止痛药，就不没吃这个了。然后最近吃完了之后，
就翻箱倒柜翻出了最后一粒，真的是最后一粒，那就毒药了。最后一粒，然后就把它给吃了。没想到今天就效果非常的微小，不能说没有效果吧，只是效果明显的很小很小。我怀疑是吃了假药，这不铁过期了？真的吗？我还以为，就是药可以放好几年。谢谢进步的飞机药，拔个刀，拔个刀。谢谢我进步给的大飞机，谢谢您。哇，谢谢生。感谢神，谢谢神的，飞机。太低了，这摄像头好像还是太低了。感谢感谢山哥，谢谢谢谢进步哥。我的脸好圆呐、啊！怎么样？怎么说？看不到头顶了。看不到头顶，不可以。哦，我知道了，开点光，好有氛围。感觉来了，脸太圆了，脸太圆了，谢谢谢谢。前进步，叮！先生，这个眼影越看越顺眼，你看久了。等一下肯定有刚进来的水友看不习惯的，要吐槽我这个眼影，肯定会有。这样是吧？主要是这个假发不太行，假发不太行啊。真的吗？欢迎心思呀，很美，好多你。对呀，不知道今天能不能过四星呢？哎呀，今天四星，天哪，这么多贡献值，
题，我一想到我就感觉好可惜哦。头抬起来有感觉。真的吗？只是觉得可惜而已。大家都就是来的能上的都尽量的上鱼翅帮我过任务，不帮我打 PK 了。哎，好了，整活了。关小雨是谁？什么？什么动漫里面的？还是游戏里的？接下来是晚安电台环节。戴上耳机，找一个舒服的姿势，观看接下来的直播。我们先开一把 PK， 呸，开一把投票。PK， 满脑袋都 PK。灯光，我们先投票，然后我去倒杯水。